9:29的点歌时间。从我们鸟巢站开始，点歌它换了一种方式。我很开心自己用，应该是说在各个地方唱的歌被大家听到，有在像录音棚啊，也有的像在舞台上。有哪些人是听我师傅的歌认识的我呢？有哪些人是听反身代词认识我的？那有没有人是听蒙面唱将猜猜猜里面的？哦，还是有哦。那有没有人是看我出道的时候听到的歌手周深的？所以我很珍惜每一个被你们听到的机会。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点歌，不变成要点两个人。但是每首歌点出来之后，就也只能唱一半哦。全场跟我倒数五个字，好不好？全场五。停。你在哪里？你生日快乐！哎呦，哎，这里是个生日快乐，今天生日的你，生日快乐！我们前场祝今天生日的人生日快乐。那么，在这里啊，对不起，居然这么近，你要怎么称呼？叫橙子。橙子哦，那你这个橙子甜不甜呢？甜。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听我唱歌？从2020年开始。哦，2020年，那也4年了，你很厉害。你听我的第一首歌是大鱼。哦，大鱼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舞台，舞台就是哎，比如看像贝加尔湖畔啊、蓝田序啊。全部都是我在舞台上唱的一些别人的作品。录音棚就是我在录音棚录制的作品啊。我在解释了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中间两首是之前点歌有唱过的，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歌。有。哦，你是来自哪里的朋友？我来自北京。你就是北京的当地人。您教我说一句最地道的北京话。就不是你们北京人。好的，来选歌吧，你想听哪首？我想听春雪。嗯，怎么会是想听这首歌？我非常喜欢这首歌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有特色，然后非常的细腻和温柔。你给我这么一本正经的回答。我感觉我们在参与的是论文的答辩过程。来讲讲这首歌是什么风格，用了什么样的配器，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情感，交给你了。好，谢谢全场最甜的橙子，谢谢你。那这首《秋雪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想在冬夜雪地与你追逐。
谢谢你们，谢谢橙子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春曲。全场再一次倒数五个数字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你在这里，这边，这边。你好，怎么称呼你？朋友都叫我雪，下雪的雪。雪。同学你好。保你个头！那你这个名字叫起来很文艺，你想一想，就是如果我要借个橡皮擦，雪，你的橡皮擦借我在哪里？雪，今天所有的雪花都会去找到你。太棒了！你是来自哪里的？雪，等一下。只叫一个人的名字，只叫一个字，真的很奇怪。真的，只用两个字的称呼。雪珍，什么？雪珍，雪珍。哦，雪珍你好，你是来自哪里的？台北。哇、哦！你好，欢迎你来啊。那，哦，你听我的第一首歌是《愿得一人心》。一心人，哦，是那你是看剧的时候认识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先听到歌的。哦，谢谢你。那您看一下有没有你想听的歌呢？一看也没有《愿得一心人》。但我来之前，我许愿了《梧桐少年志》，但没有这首。我在这儿给你道歉。我想听贝加尔湖畔。好，谢谢雪，谢谢雪珍，谢谢周深，谢谢周深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哇，有多少人是通过这首歌听过我的声音的呀？非常感谢这个创作者李健老师哟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《贝加尔湖畔》。谢谢你们。